没有出现六块腹肌，你就要喝一杯香菜榨的汁。那你吃什么？你们赌太大了。我把脚养好，你说多着急。肿了，特别肿，自己一个人够不着。对。啊，太可爱了。那不治小气的吗？对。抹完就不剩下来。你拉倒吧，你可。最后一天了，现在还有什么遗憾？我来定一个最后一条就守则。那你不能看，等你走了过后，让摄影机拍。走。百年贵族荷兰奶粉，爱家奶爸放心之选。本节目由海普诺凯1897联合冠名播出，科技造就好营养。本节目由豆本豆豆奶联合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百年创新，懂生活更健康的惠而浦家电首席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这里是爱奇艺的自制综艺《做家务的男人》，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爱家奶爸放心之选的海普诺凯1897联合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破壁涤醇好吸收、科技造就好营养的豆本豆豆奶联合冠名播出。我们这个节目是以男人做家务这个为一个切入口，然后来洞悉亲密关系的一个观察类的真人秀。所以我想问，在经过了这一季之后，我们在场的男士们，做家务的男人们，你们有发生什么改变吗？问你呢。我就经过这一季节目，我发现我的观察能力啊，哎，大幅的提高了。就现在我在街上，我觉得就是普通这种男的一走过来，上下一打量，我就知道他干不干家务。咱们这节目叫做家务的男人，他强调男，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挺难的。因为如果男的本来就做家务，你也没有必要做这么一个节目嘛。说明现在这个社会氛围，他还是会觉得哦，好像女人就应该做家务。那至少我们这12期节目下来，我能看到网上也好，大家也好，不觉得这是个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就觉得还该做家务还是要做的。特别棒。我一开始可能都觉得自己不会做，但平时可能我都看见我妈做了，结果这一次就是自己经历了下来，我觉得原来我也都能做，就其实就是一习惯。就像比如说我爸呀，有时候一吃完饭就一躺，原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习惯。其实你把碗去拿到那儿，然后洗一下，就10分钟的事儿。所以只要是把这个习惯改了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对于这个家呢，有很好的帮助，然后使这个家变得更和睦吧。我觉得，好棒啊！我觉得我是有变化的，我现在有点飘了。怎么就被捅到那个位置去的？现在压力也有点大。我决定抓住最后一期这个宝贵的机会往下唠一唠啊。我其实很认真严肃地说，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分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面。好。他看人家发言的水平。真的。再回顾一下自己的。做家务的男人冉冉升起的星星，魏爸。现在我爸出去有人认识了。肯定。通过这个节目，要多做家务，让他们俩省点心。我记住了。你让我妈省点心就行。对，不好意思说一个人，就说俩。懂的。但是魏爸呢，像我替你有点担心，因为刚刚你有一直表一些决心，说你现在已经改变很多，进步很多，然后在家务方面会承担一些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段最后一次外景，表现的好像不是这样的。啊！
收拾屋子。最后一期怎么能让我妈？这是什么？难道没有我们干活的那个？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这是感觉回到第一期是吧？这两天赶紧的把脚养好，你说多遭罪啊！啊，腿坏了，肿了，特别肿啊！好不容易表了决心要好好表现，结果腿给坏了。天使，天使。哎，袜子都穿不上，还穿吗？撒娇。为什么呢？在家还要穿上袜子呢？有点凉。啊？凉什么呀？在家还穿上袜子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奇葩！你看吧，不耐烦的表现，夸你呢吧？来，魏总，请喝水。魏总，来两个大樱桃，是葡萄吗？谢谢。这大樱桃真好看呢。哎呀！叔叔带我玩，先把衣服晾了。佳姐吃不？你先把这个先吃着。吃点葡萄吧，吃点葡萄吧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吃一个不？不得，我现在把这事情搞清楚了啊。来呀，吃你这个大葡萄。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一直拒绝。嗯，不累我呢。哎呦，撒娇撒娇。压一个。不能让人最难。那你这挺那什么呀？病了吗？病了人就发焦啊，听不上。这葡萄吃了也真甜呐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太会了。我有些衣服要洗。嗯。好像啊，嗯，叔叔眼里有活了，腿都这样了还坚持，很不错嘛。我这也帮你弄弄。你这袜子得特殊的洗，那袜子很长时间了。哎呦，你看叔叔真的做了好大的改变，真的。叔叔现在坐在那里，已经觉得心里面不安了。哎呀，不用这么积极，我整吧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干点力所能及的。你表现一下就行了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行了，你回去歇着去吧。做家务也是男人的事儿嘛。少林呐，别整了，我整。干点力所能及的。那表现好了呢。做家务，俩人做不快点？真的特别优秀，觉悟太高了。哎，你这大道理非常的明白，你是个不糊涂的人。那意思。这就是学好了，本来就挺好的。你看两个人一起做家务，心情都很愉快。对呀、啊，我只能干这些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你要是有小活还吩咐我啊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叔叔。是吧？这两天在家里走走不得，你是不干活，但是你自己也遭罪啊。
啥玩意儿是不干活？啥玩意儿是不干活？我还少干了，我这紧着帮你干去吧。不，阿姨，这时候你要鼓励，你不能给他泄气。捧杀哈。对，男生做家务就，比如说像做饭，就一定要多鼓励。我要第一次做完了之后，他要说，哎，就这样，我可能以后就没有第二次了。他就一步一步骗着我就往前走。有时候鼓励多了也烦，他越鼓励你，鼓励多了你还干，干顺手了就盯着让你干了，就还是不想干。不是，我刚才说那个意思你没听明白，自己努力自己要主动干，是不是舒服？是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有人用小绳牵你，这就差点。我是有主观能动性，就是一个非常主动的男人。对。对哎呀，好多了，我这小药一喷，擦，看没？哦呦，我好痛快，还是有活干了是吧？那个吧，这没有你们干，我这也是在做家务，你知道不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这有道理。我要是耍赖了，我就让你们喷。我现在觉悟很高的。这个觉悟真的，我都想不到那儿去。还让我们喷，你就吃饭都应该让我们吃。吃饭让你们吃，那我这个伤就好不了了，知道不？三分钟以后，来这个，给我掐点儿。点儿也得我给你掐。来，给我吹吹，凉快凉快。我还得给你吹吹。看你又不听话。听话。爸，你在家你干啥呢都？大学的时候看不进去，油腻呀、啊。做饭喽。阿姨真的是停不下来。那就那样。这个活吧，他瞅这个干完了以后，接着还整那个。这也是个宝宝。哇！吃饭，阿姨好能干呀，三下五除二。哎。哦，可能是孩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有。哦，正好吃不吃饭呢？我不吃饭了，我刚吃完。腿咋样啊？还行。你放这儿了吧，把那衣服洗洗。拿那屋去。把箱子放到那屋去。哇，哦，不一样了。需要洗的吗？没啥要洗的，我之前都洗了衣服，那酒店正好能洗，我就洗了。咱先把衣服挑挑吧，衣服该放洗衣机里，先放洗衣机里。有一种好欣慰的感觉，孩子长大了。干了，你再叠一叠吧。哎呀。我之前还用脚勾呢，记得第一期的时候躺在那儿，看现在，啊，洗衣机里可能还有点衣服，我洗着忘了。是吗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呀，知道心疼人了，都特别好。这哪是一个综艺节目？这简直是再教育训练营啊！这是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啊！变形以后。把那背叠那会儿吧，你看你变成知识我了。来烤鸡蛋糕。
好温暖啊。嗯。炸好了。炸了。吃不干。没事儿。哎呀呀呀。刚才好好走过去的呢。那这么能给自己加戏呢。好了好了。这皮肤这还有点过敏。哪儿过敏啊？妈呀，太肿了。这肿得很厉害。哎呀，好了，今天都好多了。妈呀，你看必须有这个过程。咋过敏了呢？这第一天呢给吉林贴的一个膏药。带你去看。嗯，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对，我说是你都肿成那样了，你不拍个片子？没事儿，他没准就给你整个夹板，你就隔上，你就动不了了。来来，去去去，给我挺毛巾去。挺啥毛巾呢？我把刚才上的药擦一下，要不他俩混了，我怕不好。那是啥呀？那不治脚气的吗？对。你治脚气，你往那上抹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，爸？啊，是我。但是你抹完就不蹭上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可。真的看看的。抹上了。治脚气你喷膝盖，你咋想的？我就自己在网上一查，相信自己，要不然看看微信，就是不动就好了。不愿意上医院，不愿意进医院，后来就去了，就每次劝就生气，真是生气，是都这样。这么肿了还在这作呢，作成啥样了都啊？就你这样火了咋整啊？你影响的那帮人都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形象？固执、愚昧，有病不去看，这什么人这是？今天已经好多了。哎，你这现在太肿了，他现在肿太大了。你这不疼了都，要好了。稍稍瞧一瞧，心里有底嘛。真得看看去，是，看看。等会，明天。明天我跟他俩上医院拍个片儿吧。妈，听点了。妈，这么肿了还在那作呢，我发现那个真是。大勋其实真的急了。你自己吹。你们啥呀？太逗了！干啥呢？你自己又不是够不着、哦。头位。啊！太可爱了。你那手咋的了？那手啊？摘药了这手啊？那有毛巾，你擦擦。哎，一会儿我订了电影票，出去看电影去呗。走吧。多少年没跟你们看电影了？有半年，我春节看了，没有半年。春姐没看吗？春姐看了、哦。春姐看了。春姐看啥？春姐你都没瞅出去，那是亲人春姐。啊，亲人春姐。马上录完了，马上就要火了，有什么感觉？火啥呀？我没寻思还火呢，就不跟你丢分就算不错了。给我丢啥分啊？你的分又不在我身上。
不可能说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爸挺好的吧？那就行了，那我们就没负担。但我跟你们在一块儿确实容易丢分儿。啊？因为有的时候就把最不好的脾气就留给最亲的人。但是也是好事。所以我特容易丢分啊。知道了就好了。就是这儿喽。电影院。行吗？行吗？腿？行。用扶着吗？不用。啊？不用。来吧。等你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。超儿子，生日快乐！爸，对不起，我也是第一次学着疼儿子。上厕所啊！上了厕所，要完事儿了吗？这回来真的那个，回来。怎么了？灯？嗯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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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呦！哎妈呀妈呀！哎妈呀妈呀！哎呦！哎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看那儿！妈，你去哪儿了？妈，招呼我了。咱先把衣服挑挑吧，衣服该放洗衣机里，先放洗衣机里。啊，我马上。对，得往里就多摊点。哎呀，你来做，你说。你不会有教教你吗？哪，我问你了吗？你说成长，我不就成长晚了吗？你爸是实在闲的没事了，就对我挑三拣四。你咋这么多事儿呢？那咔咔删，删完之后呢？说错没错？没错，咔咔一顿删。没有我那管还，你也不一定有今天。以后啊，能帮你做点事儿就做点儿，做家务也是男人的事儿嘛，不只是你们的事儿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以后做家务的男人就得对你的那女人更好一点。谢谢。哎呦，我懂事了，我懂了，我长大了，我能把这个家扛起来。你们一定要健康。这就是你们对我最好的帮助。真的，妈妈心里都有。
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是满满的信心。信我们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那参谋一下吧。哎呦，儿子儿子儿子，太贴心了。哎呀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不是你能加一点一口吗？我之前思考一个问题，说有没有必要对父母说我爱你？像我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我真的很难说出口我爱你，但其实真的我很爱他们。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正在录一个节目叫做家务的男人，然后跟我爸还有我妈。我觉得我爸呢，刚才放的这个视频大家看到了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个人啊。然后我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人。哎，爸妈你们上来来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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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妈，把那个花给你送一下。儿子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来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表达爱的方式有点粗暴。看完刚才这片段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非常不错。然后呢？非常好。我虽然每天都回家，或者是一工作完就回家，但是其实在家里说的话也不是很多。但录这个节目呢，我是真的每天必须要在家里待着，然后必须要面对我的父母，然后你就发现好像找到了我一种就是小的时候童年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觉得父母的这份爱在我的心里分量更重了。所以呢，我这个人不是很擅长当面的跟你们说我爱你，然后现在在这儿呢，我也就不说了，然后要说要说到哦，快讲来，来三二一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耶，好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占用大家时间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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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快撤，实在是太害羞了，快撤。魏大勋一家是负责煽情的吗？哎呀，我就哭得不行了呢。要一个男人当众说完也是很难的。很难说出口，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不说出口，就像魏大勋在说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会把最坏的脾气全部留给最亲的人。嗯，最亲的人好委屈。就是仗着他们爱我们、疼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任意的撒娇，就可以任意的发脾气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啊。老刘必须看这一段，知道我跟你有多么的亲了吧？老刘是我唯一的目标，自从有了他，我爸我妈生活好多了。但是不是有时候这些脾气吧，就挺没有道理的。你可能因为心情不好了，回家他可能说一别的事儿，然后你突然间你就跟他，你就别完了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你就怎么怎么样。他都会急，会有点似乎有点不耐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录这节目我特别危险。你看我跟我爸相处的状态就非常像朋友，然后非常的随便，所以就尤其我怕跟我爸，就那些比如说什么你有病，刚才我看着我有点惊讶，就这个话我一听完之后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儿子该说的话。儿子应该说你爸你真棒，爸我爱你，你应该说这样的话，怎么？对，爸你这腿真短，哎，真红。就是我觉得每个孩子跟父母都是这样的，就是父母有病然后就死不去医院看，这时候你孩子就是一定会跟父母急，是因为你们之前一定反反复复反复因为这种同样的事情沟通过了。
所以其实我觉得家庭很重要的就是父母理解孩子，孩子理解父母。是，大家都是希望对方好的时候，其实表达方式都是次要的，因为彼此都知道对对方是真的在乎，就好像我跟弟弟一样。还能自己点题，哎，厉害了！你待会儿回放一下弟弟突然被你 cue 到的那个表情，好不好？简直就是惊恐。想想，如果你对一个人真的永远不会跟他发脾气，就是都相敬如宾，是不是觉得真的你们的关系有问题？我们面对太多东西，面对工作，面对社会，面对很多东西，你肯定会有压力，你肯定会有情绪。那你觉得这个情绪应该在家里跟你最亲的人发，还是说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家人，把这些情绪在外面跟别人发？还是跟亲人发？还是向最亲的人开刀吧。谁让我是你最亲的人呢？我能够理解你，包容你。对，这个世界上如果知道你所有你每天都发生什么事儿，或者你每天都在干嘛，你每天都经历着什么的，就除了父母，有的时候都如果你不跟他们说，他们都不知道你要你在经历什么。所以那只有是你最亲的人他知道，因为你平时你也会跟他聊天，有事情要共同经历，有经历就有摩擦，有摩擦有冲突，你们才有亲密嘛。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靠彼此的小麻烦建立起来的。那无论如何，我觉得这一家的真的改变，这前后的对比，这个短片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，真的非常的温馨。其实这也是他们的生活的如常，但真的当它变成一个短片来呈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深深的被感动。你看一下袁弘的手。哎呀呀，他们一天全程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可以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老公，你把那个宝宝那些衣服啊，然后那个被子、小玩具什么的消个毒嘛。来了，消个毒。哇，这个惠而浦洗衣机好强大呀、啊！宝宝用品上的细菌还螨虫都可以去除。不光能够除菌，还能够防过敏。好了，爸爸，哎，你这干嘛？我在给你准备米其林星级料理啊。吃早饭了。啊？哇，吃早饭。你不是让我做给一个米其林星级的大蚕蛹？蚕蛹又来了，有长进。下次录制的时候给你看六块腹肌。哦，这个约定。那我是要到55公斤。如果你没有出现六块腹肌，你就要喝一杯香菜榨的汁。这也挺残忍的。那你吃蚕蛹啊？哇，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吃呢？对。哦，先把它做好。我在油里边放了很多蒜。你看我多苦。我油里边放了很多蒜。看，我的左骨。不要逃避了，花。庆年新皮。好恶心啊，一个小伙子。你觉得是香菜叶子更臭还是杆儿更臭？这个榨汁机怎么用啊？来了。我已经闻到香菜味了。啊！这两个人互相伤害，真的。这个味儿好冲啊！
我已经进不了厨房了，整个厨房都是那个味道。好看，很好看。摆盘的艺术。哇！味儿好冲啊！啊啊！还有呢？哦，在这儿。好香哦，所有美好的回忆是不是都回来了？你们赌太大了，我只能说。关键我是陪他减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玩那么大。但蚕蛹对他不吃的人也很厉害。这两个赌注对我来说都是就是一道菜嘛，小奖励，都是小奖励。等一会儿播完，我给你好好说服一下。不要，有新的方法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觉得蚕蛹长得恶心吗？那你觉得鸡长得恶心还是蚕蛹长得恶心？你想想，鸡长得也很恶心，爪子是这样的，嘴是这样的。我作为一个吃蚕蛹的人，那我觉得还是蚕蛹更恶心一点。你这个不能用长得好看、美丑来形容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最恶心的时候，因为它放在是结冰的地方，它拿出来的时候，它还在动，它的尾巴都没这样，整个就这个味。它动的时候好可爱，它就像一个宝宝这样，它就像一个宝宝这样，它好像说来吃我呀的感觉。王叔文，我觉得你比蚕蛹恶心。这是啥？他把葱也炸了。我做了个摆盘。还有调味料。哇，餐比西餐。老婆。这个创意来自于大自然和鸟巢。哎，你没有把它剪开，袁弘。啊，可以，也可以不直接炸的，对。但是直接炸，告诉你一件更恶心的事，就直接炸套套上。Warning. Warning. 而且这样它就可以享受的口感，就是那个汁在嘴巴里面爆开。我觉得够了，大家可以不要聊这一趴了。你把那个蚕蛹炸成那样子，然后它那个纹路很清晰。其实蚕蛹最恶心就在于它身上那个纹路。啊，所以生吃会比较好吗？不可能没纹路，那我只能给它刷一层浆了，老婆。还要刷浆？有六块了吗？八块。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喝香在这儿了？啊！完全不用。
你秤呢？你把秤拿下来。我要把自己脱光了秤。好的。衣服起码要三斤，真的，老婆。你看他这种捡乐，这种，没有给我任何退路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给大家拍一个，能拍到吗？差0.9。冲刺了10000米，倒在了终点线前。但是张歆艺会吃掉这颗蚕蛹吗？我觉得他会撒娇。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我也觉得。哎，我都耳鸣了。你看，示弱撒娇。老公，你爱我吗？爱你。你真的爱我吗？帮我把蚕蛹吃了。爸爸。哎。你要不要替我说两句话嘛？我真的很努力了。等我出来替你说啊。哎。通过张歆艺同志长达半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把自己的体重成功的从65减到了56。55.9。哦，那真的很棒了，你看看。半个月。但是还是55.9。最后倒在了0.9呀。我觉得这个成果可以不吃蚕蛹了，这已经很厉害了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这跟袁弘的原则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他已经喊得太厉害了，太让人敬佩了。真的很厉害。算了算了。可以，我们认同，我们同意，我们同意。我替你吃了，是不是啊？等一下我给你拍下来。但是你赢了。配上我炸的洋葱，哇！再配上点我炸的小葱，这个蚕蛹可不得了。谢谢老公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蚕蛹？我深深的佩服那些喜欢吃蚕蛹的人。客气客气，二姐。哎，香菜汁不用喝了啊。不用了。哦。我尝隔壁呢。到了吧，到了吧，到了吧，到了吧。哦。这个味儿已经很冲了。老公，以后再有任何时候需要我为你分担香菜吃的时候叫我。谢谢你帮我吃蚕蛹。你能不能帮我把香菜汁倒了？谢谢你。碗呢？碗给我。主动要求。这个还好啦，今天还行。嗯，各方势力都比较克制。嗯，让我们拍海报。嗯，所以我赶快跟我的造型师说一下。嗯，那行吧，我帮你看看吧，二姐。嗯，但你瘦了没啊？别把我衣服给撑坏了呀。这个好厉害啊！老师，我能不能跟你学一下剪头？老师，我能不能跟你学一下剪头？剪什么头？我又不剪，我只做头。上次剪头不是被你鄙视了吗？但是我觉得我的发艺真的不输给任何人，不输给任何人。把耀威吓了。他在节目里给我剪过一次头，你手反了，斜着，你不能这么剪，斜着。怎么还这么短呀？哇，你这一点都不心疼我，我是不是连揪都扎不了了？真的，可以了，我觉得咱们就这样及时止损吧。行吗？
你是不是疯了？很有诚意啊，老婆你看。哎呦，我的天！怎么你家还有这个东西？吓我一跳。嗯，我先剪到你这样的长度，然后照着你的造型做好不好？啊，你已经可以剪了。啊啊！你怎么上来就下这么狠的剪子啊？我先把长度先固定一下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输个中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模特都快开口说话了，说别剪了，别剪了。哇哦！看我七十二变，丸子头，一字刘海，印象派。太有才华了，老婆，我忽然一下有点领略到这个精髓了。嗯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看这手法好像真不错呀，很专业呀，还很会，就是这么的有天赋。有天赋没在怕。哎呦哎呦，剪自己手了。我忽然找到了一个创作方向。我也来一个短。其实当时我的内心也是绝望的，你们能感受到吗？简直是鬼斧神工啊！我让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女人。咦，太可怕了！扫二维码付款好吗，这位顾客？记得给我点赞。啊，哎呀，好累啊。嗯，有时候还有一些生命危险。我觉得有些顾客那个眼神当中透出一种那种，好惊悚啊！哎呀，来啦！是的，哎。Hello。只许夸，只许夸，只许夸，好吧？非常棒。很敷衍。给我瘦了没？别瘦太多吧。我看看你的锁骨。天哪！反正我今天有给你带一颗连体婴，就是按照你原来的尺寸。我原来的尺寸呢？伤心。那我上去喽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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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也是，每次上一次拿来衣服都好紧张。这身不错哎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刚刚说话，我还要试另外一套。你再试一下另一套，哪个好？但是那套更紧，连体衣真的更紧。如果是真的穿不上，不要穿，不要穿，不要穿。
不要穿，真的会。你试一下吧，你试一下吧。我自己都会好开心的哈。对，好开心，因为真的拉不上拉链。以前他其实还没瘦到他巅峰状态，真的还差一点，所以他这两天还在减。我上次见他，我就觉得和现在应该多久？两个人啊。对啊。宛若新生。我今天就穿这一套，好开心，好看，你看侧面太美了。嗯。我好开心，我要合进模特队伍，合进模特队伍。我有病，我有病。老婆，你穿哪套衣服过去？你穿那套过去吧，好不好？哪条？又打码？有什么惊喜吗？你穿这个过去吧。我拉不上拉链，这要去。你现在瘦了，你可以穿了。啊，你在洗手间里换吧。啊，老婆，我拉下拉链。还拉不上吗？很轻松啊，很轻松啊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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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病哦，真的好轻，我哇，我完全感受不到那个分量。哇哦，是有个人挂在我身上吗？哇，我好开心，老公到爆炸，开心开心。哎呦，没白吃那么多苦。十四十五啊啊，什么地方呼气啊、白挨那么多饿哟。好了，那就吃这个。张馨予，我决定向你学习。你已经很瘦了。你够瘦了。你想瘦成什么样？我现在我比他重，真的。而且我两年，我生完孩子两年了，但我没有，远远没有恢复到之前。我觉得我应该是需要恢复到产前。跟女明星聊不到一起去哈，聊不到一起、啊、我也是。所以我完全理解他这种兴奋。你也理解？我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，我就对自己特别满意。我也恢复不到产前，无所谓，就这样吧，我快乐。出发吧。哇，高跟鞋。哎呦，这两口子太甜了。好了，我先卡两张啊。你看瘦了，整个人都轻盈了，真的是开心。虽然跟以前比同样是瘦，但是现在有了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。哎呀，他好会夸我。哇，美不美？好美啊。哇哇哦，好开心。哇，这是爱情的样子。嗯，遇到一个好的爱人，其实他是能够鞭策你不断地变成更好的自己的。嗯，
哎呦！哎，别笑！哎呦！谢谢老婆。好了，我完成了。这个作品叫《母亲》。我是不是艺术天分还行？你做一个好丈夫的天赋非常好。母亲。我在节目里一直在说，他们俩的爱情的美好在于说，第一，他们能够相互理解；第二，一方面他们会互相鞭策。我怀孕，他就说：“老婆，我陪你胖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再陪你减。”多棒啊！我这个是有一个好的感情基础的人，才有底气说出来的话。那现在申毅有准备马上复工吗？哦，我收到剧本了哎！哇，太棒了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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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现在如果复工的话，那怎么分工？孩子谁带呢？我们俩尽量就是一个人拍戏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能够不工作来陪孩子，就那种密集的工作放一下。对，这种棚拍的节目还是可以接的，还是可以找我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直接把第二季往下录下去吧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有点舍不得大家呢。真的，这一季节目下来呢，其实三组嘉宾都展现了各自的蜕变。那我们为各位呢准备了荷兰原罐进口利于宝宝消化吸收的海普诺凯1897鸡冠爱礼包，有孩子的可以自己用，没有孩子呢可以送给朋友。希望在以后可以看到海普诺凯1897就能够想起我们的节目来。哇，一家三口的牛。我们俩是唱歌的牛。哎呀，中奖了，谢谢谢谢。因为就最后一期了，好像不断的在准备说再见一样。两个家庭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我们都看完了，然后有一对兄弟从陌生然后慢慢的熟悉起来，然后现在也是要到他们 say goodbye 的时候。这是我最期待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我们看看那对可爱的兄弟。感谢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爱家奶爸放心之选的海普诺凯1897联合冠名播出。感谢扑鼻提纯好吸收科技造就好营养的豆本豆豆奶联合冠名播出。感谢百年创新懂生活更健康的惠而浦家电首席特约播出。感谢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。感谢轻薄透气自在做家务的 ABC 轻透薄系列行业赞助播出。感谢含量肤成分的氨基酸洁面乳三早两木静静大白瓶行业赞助播出。感谢升级二代聚能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南孚电池赞助播出。每周日12点看不做家务做什么，爱奇艺 VIP 会员独享揭秘。做家务的男人没看够，每周一至周三看男人的家务日记， VIP 会员独享更多精彩。上新浪微博搜索做家务的男人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边聊边看，选择你支持的家务官。上微博搜索做家务的男人话题页参与话题讨论。最后一天，我只能勇敢学习自然，每一期都来唱。谁叫我宁愿浪漫不要平淡，不透露是那烟火表演，没有危险但也不灿烂。最后一天了，不要哭。现在还有什么遗憾是当初想要弄没有弄的啊？当初想弄的主要都是你想弄的。你说对了。我们那首歌还没有写完。来吧，我们的合作单曲，快合唱。有张杰，有张杰，每天都要有张杰，我叫汪汪，汪汪汪。你还记得吗？让我们最后一次唱起这首歌吧。一二三，我叫尤长靖。我不会忘了。我们都会了。表面兄弟，表面兄弟。尤长靖忘了这首歌，这首歌你都可以忘记。还有什么事你能记得吗？我要忘忘忘忘忘。
一二三，我叫有正经，有正经，你看数字都会了。有正经，我叫王祖龙，我叫王祖龙，每天都要笑嘻嘻。那这一次你还有遗憾吗？我没有遗憾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不觉得那是遗憾呢，就包括有时候做决定做错了，我就觉得哦，那就，那你会这样想很好，所以我真的活得挺开心的，包括现在。那你这样很棒呀。我就不开心也是一件好事了，因为如果一直开心的话，开心也没有意义了。是，一直开心下去就会像我这样脑子不好使。我想找点饮料喝喝，喝营养又健康又美味的豆本豆，你也不要忘记喝哦。好，走出门去还碗筷。昨天那个一起吃饭的碗碗还了。嗨，阿姨。您看这哪个碗是您家的呀？我借了这么多。这个有一个大碗应该是我的。大碗。啊？阿姨，您吃冰吗？不吃，谢谢。那行，就这个吧。好，谢谢。您尝尝吧，给闺女尝尝。好，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好。吃饭了吗？我们吃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嗨，阿姨。嗨，阿姨。哎，哪个是您家的？肉饼又来了。阿姨，我很想念你的饼。来，谢谢。这个是啊，饼，你吃了吧？不用，别，谢谢阿姨。一直回眸。那个饼感觉很厉害。哎呀，是真的想吃。想要，那怎么办？没事。阿姨，您那个饼能给我两张吗？给呀，肯定给。哇哦！我弟弟想吃。来，好。谢谢阿姨。客气。谢谢阿姨。还有呢？啊，不用，够了。有点过去淋漓的那个感觉。出去一趟，午饭有了。耶、yeah ！王素龙就是嘴上说说，其实都特别疼长进。静静，那你去收拾行李。好啊。你觉得我们要收多久？我吗？啊、uh-huh。不知道。怎能忘记旧日朋友，心中永不忘。竟然还有点伤感呢。哇，最近上火了是不是？尿这么黄，怎么着？你也知道要分别了，就上火了吗？小心。我们放点开心的音乐吧。早就应该放开心的音乐。我找一个快乐的歌单。这次奖金很快，
抱抱，爱你哦。你收到什么程度了？差不多了。啊，差不多了，这么快吗？只有离开的时候最快。那把加湿器弄出来啊！我弄，我这个还在运转。但是谢谢你一直借我这一台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是应该的。很谢谢这一台了。哇，这时候真的分，突然分你的我的。嗯。哥哥。嗯。这是你最爱的锅。啊哈。你带走吧。谢谢你，我正想这么说。那我下次再去你家用这个锅做饭。好。哇，真会讲这种煽情的。哇，这个弟弟。你可能觉得煽情，我就是真情。好，哥错了。一人五只虾怎么样？我买了十只嘛。好。你吃完过后肯定会觉得怎么不够。是吗？会是什么口味的呀？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咖喱还番茄还是什么？不是，都不是。你期待一下吧。好。哎呀。有人吃过你的料理而哭吗？哥哥今天会第一个。我在搞什么？哎，这一道菜我真的不乱做给别人吃，是吗？因为我很讨厌剥虾。这什么？我的菜谱啊，送给你吗？这真的是你做的吗？对啊。哎，这本书还在我家。这里面有我会做的菜，虽然都没有机会给你做到，你拿到家里，然后挂在你电视上面。我认真的，可以。好，你就留着吧。真的，谢谢。终于到了要分家的时候了。啊？这个应该何去何从？狗语翻译器，800块。这真的太贵了。很想你。你觉得我们赢了的要还是输了的要？我不要经常说过，我就一直输。我才不要玩这个注定输的游戏。很不想要是不是？这个多棒啊，狗狗翻译器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爸爸在想啥了。我知道他在想啥，他每天就想着。不知道。我亲爱的哥哥在哪里？好吧，那我带走了。喂，你动作。太好了。你为什么不要啊？哎，因为你们这个节目会影响人家狗狗翻译器的销量吧。所以这个我也为这个厂家声明一下，就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它的计算的道理的，所以就是朋友们还是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选购的，就是这个东西信则有，不信则没有。哎呀，我这么说，拿钱了是不是？又放了一袋啥东西？你就不想要带走，都放在我箱子里了。哎，这个，这里还有鞋，你的一双白色靴子，我待会就要穿那一双走的，怎么了？不是鞋子，我去放那边，怎么了？这一双鞋多好呀，今年就不要了。
我是要生气了，我真是要生气，王初哦。这个哑铃我们一个一人一个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是一两个都要给我，兄弟两个给我，好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座位我们要不要每人带走一个呀？那这些餐具要不要？这些都要吗？这些夹子你要不要？太作人了，哥。啊哈，这电视机我要，你帮我拆了吧。展示的漂亮。这哪个是谁的来着呢？你装捏东西就好了，你装捏东西就好了。我要写清真一条手手的。什么手的？什么手的？别帮对方。那怎么行？不行啊，我会担心你啊。现在撒的是什么？撒的是麦片，然后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叫麦片虾仁那一种。吃饭了，麦片虾超好吃，哇哦，很好吃。来嘞，谢谢。还可以吗？嗯，好好吃啊！他一直在吃。哇，因为好好吃，真的假的？哇哦，真的！太有才华了吧！哇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顿晚饭了。嗯。要不要来点仪式感呢？什么仪式感？拍个照吧。我们是真的从来没有拍过照哎。我先拍一个这个啊，传统的拍饭。我们俩都不是爱自拍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不爱自拍。我是觉得生活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，因为就我们在家从来没这么忙过。如果我们这个家没有狗，我们不做菜，就每天订外卖的话，我们可以活得很轻松。对啊，对吧？那是我向往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们可能吃饭的时候不会聊天，不会对一道菜有这样子的期待，但是也永远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。所以仪式感是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变得有意义一点。嗯，我现在已经记不住我们在天台上吃那顿饭到底吃了哪几道菜了，但是因为有这个仪式，或者说因为有这样一个举动，我们记住了那天，然后那天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的一个日子。嗯，哇哦，喜欢这味道吗？喜欢，太好吃了吧。哇，多浪漫呐、啊！烛光晚餐就来了，好吃，让我开心。所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自己做菜，然后跟朋友可以一起吃，或者一个人也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那你一个人也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那我们今天都要走了，那我们再定一个最后一条室友守则。
你不会写什么要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这种吧？你是这种这么套路吗？这么煽情吗？是这种煽情的人吗？那你不能看，等你走了过后让摄影机拍。要好好照顾自己吗？是不是？我要去写一个。你写完了吗？你不能看哦。啊？但我很想看。不行，我没有看你的。那你们看啊、哦。那你发誓，如果我们出去的话，偷看之前出去之前偷看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下一场演唱会上，大破音大忘词，哇，真是好吓人、啊。可以。然后跌倒，头破血流。好。哎，我来洗嘛。没有，我刚刚想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帮哥哥洗碗了。哦。哎，咋了？没什么，就觉得突然就这样子。我是说，嗯，一定要留点遗憾。对，有遗憾你才会更记得。我们再上楼上看一眼吧。好啊。昨天韩阿姨家，还有今天的新的肉饼阿姨家，肉饼阿姨家，郭阿姨家，崔叔叔家，够吗？够够，太够了，太够了，这个太好了，就还有吗？行。嗨，遛弯呢。这是我烙的饼，你们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你们再回来的时候呢，郭阿姨请你们吃面条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叔叔阿姨。哎，吃饺子那个。我们这个点儿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一直看着所有的人下班回家。哎，今天给你做饼的阿姨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你的饼很好吃。都被吃光了。哎呀，别别，吃不了了。谢谢阿姨的饼。嗨。买菜回来了吗？想吃啥呀？没，不吃，我们吃过了。那阿姨他们家还有肉饼呢。哎，不用。胖不了，吃一顿多吃点没事儿。啊，叔叔也出来了。他们俩也算是这个胡同里的宝了，大家都喜欢你们。韩阿姨，我们等会儿就撤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要想我们，我们会偶尔回来的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了，胡同。酷酷，我们要走了。爸爸，我们要走了。哦，你把狗狗带走了。嗯。酷酷，你看着点，抱抱，跟他学一下。咦，你最乖了，我带你回家。走，拜拜。
拜拜，叔叔阿姨，拜拜，好，对，我们走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没事，阿姨，啊，谢谢阿姨，邻里邻居都可好了。嗨，你好，嘿嘿，你好，嘿嘿，嗯，哈哈哈眼神的交流，快，耶，有奖金，有奖金，每天都要有。隔壁小孩都残酷了。要常见哦，贴心，开心最重要。但是说真的，艺人这个职业交朋友本身就不容易。嗯。所以，像我跟首尔，包括心仪，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聚聚啊什么的。首尔也就说，阿姨，我们这个节目散了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常见面。但其实以后忙碌起来，真的要对上，真的有点难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如果真的以后不见得说经常见面，我觉得也不要抱遗憾，珍惜当下，珍惜和每一个朋友在一起相聚的每一刻吧。嗯，拜托平台和这个客户的朋友们啊，播的也还不错，第二季你该定就定了，这想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不要靠缘分，要靠争取啊！在这里也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节目的话，一定要多多的分享。如果你还想看到魏叔叔下一期再继续做家务，那请多多支持我们哟。那就抛一个，下一季的时候你们希望看到谁？必须要拍李诞家。对，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，我就想看看李诞能坚定到什么程度，就摄影机坐那架着你就给我躺着。我其实也挺好奇的。我这次录完这个节目，我进行了深度的反省。哟，每个人都在反省。就是上一次你邀请我去你们家拍这个真人秀，我其实很忐忑，我都问老刘，我说如果不行就不去，因为我就是很担心他给我丢人。什么？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老公如此的争气，丢人的是我。我也是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所以这个节目带给我很深度的反省，我希望以后我能从张歆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，从你身上学到另一些东西。有吗？就是没他那么多，但是也有一点。谢谢你，很给我面子了，谢谢。你们俩呢？节目播的时候看，我也发现了，原来有另一种人生，我可以尝试去过。躺沙发上挺好。好，虽然这一季录完了，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。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节目方也是很有心，给各位都准备了一些礼物，只有男人有。哇！所以先请工作人员把礼物放在各自的面前。我这个礼物的分量挺重呀，他凭什么何德何能得到这份礼物？我觉得。我觉得你们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任务，一个要求什么的东西。我现在非常怀疑是个抹布，真的，我非常怀疑。来，我们一个个拆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。我们先期待一下袁弘的礼物，来。可以开了是吗？可以开了。哎呦，啥玩意儿？哦，礼物里有礼物，好期待呀、啊！白酒，这不是个奖杯吧？啊！哦，真的！把老公奖杯吗？你们怎么就能这样偷傅首尔的创意呢？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收到过从淘宝来的好老婆奖杯。
我每年结婚纪念日都会收到一桌。顶配好老公袁弘，做家务的男人家委会。哎呦，不错呀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请发表获奖感言。感谢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，发给我这个奖，这个奖责任太重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想换一种活法，已经问了这个叔叔要了这个淘宝连接的沙发了。嗯啊，下一届的这个奖杯由李诞或者是魏叔来传承下去，传承下去，把这份荣誉传下去。好，接下来是魏大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颠勺吗？嗯，东北第一颠勺。不好意思了，上岗了啊！上岗了，第一翻炒王。这样吗？东北第一翻炒，嗯，锁了，锁了，锁了，就是我了。好，接下来魏爸。啊。哦。啊，这我爸一个相册。给我们翻一下吧。我爸的沙发。地主老财吧，第一个是。各种沙发上的 pose。一家三口，一家三口，对，很有意义。谢谢，非常高兴，太棒。好，接下来汪苏泷，但汪苏泷你不能打开，为啥呀？汪苏泷是这样子的，嗯，我们呢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我们帮你发了一张 EP。哦，来聆听一下。哇，一定是我不够好。那一定是我哪儿做的不够好，我想。长进，长进，长进，长进在长身体，想做一些家乡菜，这个对身体很好。隔壁小孩都馋哭了，听哭声。那吃点 rap， 知道吃什么补记忆力吗？你健身累吗？那你知道什么更累吗？没什么，我辛辛苦苦为你做的，你不愿意吃，我也不会伤心。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我哪里不够好，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我们不合适。不是我不够好，一定是我不够好。你不用自责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不够好。来追我，你来追我呀！不好意思，还没吃药，他最近被狗咬了。哇，是，一定是我不够好。一定是我不够好，这算是一个那个抛砖引玉，你能不能真的做一首歌叫《一定是我不够好》？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整理整理就可以那种了。对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一定是我不够好。对于这样一张 EP， 你没有什么话要说是吗？还是谢谢能让我完成这首歌的人吧，就是谢谢他。对，希望你喜欢，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，那一定是我不够好。不然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就像紧箍咒。好，接下来是蒋劲。喜欢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礼物。什么东西？当当当当当！我不要了，走开。我一个敢吃的人，我看到这也觉得好恶心，太恶心了吧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节目组还准备了另外一只，来，汪苏泷打开。啊，这里还有汪苏泷，你们听他的声音。我用爱为你准备的菜。这个太恶心了，这个太恶心了，这个吃他用的人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好，最后是李诞。我严重怀疑里面是个抹布之类的，就是想让我做家务的东西。这么能够容易让你猜得到，还算是一个顶级节目吗？哇，真的太难猜了。哇，不会还是一个小盒，最后写着挠挠吧？这，哦，邀请函，邀请函。哦，终于来了。因为您在第一季当中无与伦比的表现，我们诚意邀请您继续担任
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 MC， 特此邀请，真诚期待您的回复，并且希望您的通告费一涨再涨。谢谢做家务的男人，谢谢。怎么他们怎么可能写一涨再涨？哪里他们写的是什么？亲爱的蛋总。本来在节目最后一般主持人啊什么都得说一些结语一样的，但是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聚会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然后真的我们分享的东西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都很真诚的分享了，我们最终只能祝愿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。所以咱们这次聚会结束了，我们最后一次拍张大合照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2、3。做家务其实是一种仪式感，同样是一顿饭，你做也可以，叫外卖也可以。可是你做家务，你们就会记得那段时光，赋予它更深的意义。我们才做那么几天，就觉得其实有点累。妈妈在家里从小到大，每天都在做，不知道我妈到底是怎么撑下来。做家务是增加家里的团结，而且是一种爱的体现。来，妈吃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长大了，我懂事了，我能把这个家扛起来。太贴心了。我觉得就是你眼里有这个人，你就会有这些活。这个人在你心里面，你想要心疼他。家务确实不容易。我做了这个，我家庭生活过得好啊，开心呢。我老婆能开心，我才能开心呢。我觉得在亲密关系中，不要把自我看得那么重。亲密关系的美好之处就在于让你哎发现，我好像不是那样，哎，我好像还可以那样，然后我还可以跟你那样。不是光是做家务，女人让男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证明爱。爱是相互的，爱又是永远的。我们做家务就是从结婚开始，这是为了爱。这个家务做多了做少了，就看你爱的程度。我觉得做家务的价值是让我坚信我有一个家，这个家需要我去打扫它，我需要去经营它。你看那儿，每周日12点看不做家务做什么，爱奇艺 VIP 会员独享揭秘。做家务的男人没看够，每周一至周三看男人的家务日记 ，VIP 会员独享更多精彩。智能电视下载奇异果 TV， 躺在沙发上 ，4K 超清大屏和居家男人更配哦，独享海量优质内容，吃喝玩乐一键达，赶快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吧。泡一起才有趣，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， 解锁做家务男人的100种打开方式。爱奇艺专属流量，随时随地想看随意。4K 巨幕观影，亲密明星现场玩全景 VR 游戏，万款精彩 VR 娱乐内容玩不停。VR 就是奇遇，打开姜饼短视频，和家务男一起做家务。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，秒懂百科，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用百度地图，含小度小度，动口不动手。用中华万年历 APP 记录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点滴。上58部落聊聊男人擅长什么家务。那有这样两个儿子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。自己老婆不让宠一下，我就要这么宠你。孩子在哪儿，家庭在哪儿，哪儿都感谢微博、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、新浪娱乐、网易娱乐、中国网娱乐、国际在线娱乐、环球网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一点资讯、Zucker、WiFi 万能钥匙、智联招聘、听伴、Oh What、亲家 For Fans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